那个混账又回来了。耶、我还以为他已经挂了呢。已经过去七年了。你还在为他当年差点打败你而生气气吗？你写靠背啊，说说而已。自从他离开之后，有很多东西都已经不一样了。那是当然。我必须提醒大家，这个世代谁才有资格当老大。让你酒后，我会让你渴望自取灭亡，说声 hello， 新巨头就是我，全新的时代将传流全网，就在电视上。三七七，开始倒数，三二。本日最新，我们即将进行即时新闻乱报。在消失了七年之后，又是谁造成五芒星事件的大骚动？还有人记得他吗？还有人注意他吗？更多好料就在今晚单元。所以那个广播恶魔又来了，他为什么要四处走跳？他会如何影响你的家族势力？各位注意本台独家消息，他是卤蛇死老头，才不是我故意偷臭，就是他妈的胆小狗。正义在说话，你懂不懂？客群被抢走，抢你大头。荧幕在说他连画面都没有，我一天流量给他，他都不配。别听他喷一嘴口水，我住到独家好好睡，就这样一去不回。堕落于广播之后，影片就此成为主流，他与现代受众越来越不熟，地狱容不下狗屁，死去哪里鬼才理你。打个招呼，真高兴重回正轨。是，我知道已经过了很久找不到有格调的对手能够提供地狱广播，罪人得救了。什么过气声音，才不屑只会追名逐利的平庸影片推出。拜托，十八禁那种诱惑大众想要在各流行趋势中偷素材这样有用。听他在鬼扯，每一天他都换套说法，这就是未来规则，他就是跟不上的讯号。他真有枪，如他说说，还是他只会靠朋友，没了其他大笔就没什么了不起。欧尼，我还有很多小秘密，请求我加入他阵营。慢着，我不用他打暴击，真离奇。你这大老粗，我要让你痛哭流涕。你缓冲又来不及，我要毁了你。恐怕你已经大宕机了。如你所愿，想让你祈求我不再开嗓，注意听丧钟响，这将彻底改变你的战况，在这即兴中唱。